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有个特别来宾哦，哎，当然不是待会要登场的巴赖哦。那这个特别来宾是我们黑孩子的，哎，她是我的妈妈啊。那因为呢，我们常常就是会在一起，那我妈妈很支持我们这个黑孩子乐团，所以人家都会叫她黑妈妈，欧妈妈。那我母亲今天有来，为什么她要来呢？因为我大概前年开始找他，我们就找我妈妈一起创作，我们写了母语歌。那因为他还没有在铁花村这个舞台表演过，那他已经今年已经19岁了，所以欢迎我妈妈。不行，你应该是第二段呢，怎么办？等一下要罚站了。好好，等一下啊。好，上一段话你当初没听到哦。他是待会要出现的哈，我跟我妈妈写的这首歌叫做《回到纯净家园》，这是在105年的佳作，台湾原创的佳作。好，谢谢大家。卡玛拉拉达西如阿亚。私グダグダ不安わらばつどつわがまっぱわりわりだが私グダグダ嫌なまいやだしぞあやる Divinity だったいなやだしぞあやさんわむわばり Sang bagua sadun, dua dua agatu.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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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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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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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私ぞあやん私ぐだぐだのあわらわつどつわがまっぱばりばりだが私ぐだぐだいやなまやだしぞあやんいっぱいエネルギーだったいなやだしぞあやんずつなんだとパパバリバリタンアトバランアタシツワヤンディリアニューサナナジャンガトサンゴゴアナナジャンザヨトツワンアスミリシンパンアジェンタイアサンゴゴアバリバイジャキソソヤンアカイニアフォフォクマシトツワ我家家是你给你把跟阿家一拿家阿家高度阿家咋用Bye.
请掌声鼓励王叶婷女士。谢谢。听说她是台东的风速女王，是不是？对，在她年轻的时候呢，哎，她是这个，妈，你是跑什么的？跑1500公尺短跑。她是跑1500公尺短。你是跑？嗯。有麦克风。200、400。我这边有啊，你要借多少？200嘛哈。我等一下表演完，我还有400。我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大美女啊，她 是非常会跑步的一个小姐。好，很漂亮哦。谢谢。漂亮到爆炸哦。那刚才那首歌叫做《回到春金家园》，是啊，你为什么要写？那个歌词是我妈妈写的。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回到春金家园》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有一阵的台风，有一阵的台风，我回到我自己的村庄，我看到了所有的山啊、水啊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就用那个心情来唱这首歌。对，其实我妈妈跳出的是说，以前我们的山哦，它就是很漂亮。那最近因为那个台风越来越强，雨水越来越大，我们的环境都被破坏了。那有没有可能？这些因素有没有可能除了天灾之外，有没有一些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写这首歌的意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爱护这个地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地球只有一个耶、yeah.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我妈妈写的词，叫做给祖母的信。是这首歌是要写给妈妈的阿嬷，因为我的妈妈每天都是每次每次都在告诉我说，曾经你的阿嬷非常的温柔，非常漂亮，不管走到哪里都人家喜爱。我的妈妈就一整天常常都会念。好，那我就写给祖母的信。对，希望在天上的她，在天堂能够快快乐乐，那她也能够听到我们这首歌。然后一开始会有个人名叫做你妈母，这是台湾族的一个名字，对不对？好，送给大家。你就问了我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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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因祖阿娘乌乌乌阿地里忙乌，家拉那苏拉婆娘那比那龙安。三零三二单，你祖啊一家的晚，阿姨那娘，叮铃妈母，阿爸那个哥。那苏拉本阿维那努那，给那等那亚那的玛依玛那，那那萨瓦瓦亚那，那的玛依玛那，那嘎努那玛亚。
Tada varanya varyan sundati mani mana Nuna milava sundati na yuanan Tada varanya varyan sundati mani mana Nuna milava sundati na yuanan Tada varanya varyan sundati mani mana Nuna milava最热烈掌声，谢谢我的妈妈的创作者王一鼎女士，谢谢她，妈妈谢谢你，我们再继续选更多更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好不好，加油，谢谢大家，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黑孩子，那么待会呢还有更精彩的这个巴赖的演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我们这个演出的最后一首，这首歌叫做小姐好白，那不要忘记到我们的粉丝也帮我们按个赞哦，谢谢大家，也要感谢我们的吉他手 Ice， 还有今天帮我们的阿姆，那介绍一下他一个乐团叫做小巴干乐团，还有兄弟职责，然后这是志东阿东巴赖的鼓手，我们练老师，耶！Come on！ 听朋友说，好喜欢你脸上的酒窝。谢谢你对我招手，放大天瞳孔会让你美得无法形容，粉红色口红你就是我的 supermodel supermodel， 你别让我做你的小狼狗，谢谢你是个我 baby， 怎么你有点面熟，so crazy， 原来你是我心里有错，那是不是你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女孩，不油麻的女孩，那是不是你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女孩，百万的女孩，好白呀，你脸上有酒窝，我的屁股有酒窝，在人群中我能看见你对我招手，放大片瞳孔会让你美得无法形容形容，粉红色口红你就是我的 supermodel Baby， 让我做你的
是黑孩子，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发麦，继续。下课，我们再一次谢谢黑孩子乐团带来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大家可以上个洗手间，或者是逛逛我们假日漫市集。那十分钟之后呢，下半场即将要上场的是宝赖，谢谢大家。